期望不断线。我觉得我断考真是太屌了，我觉得我非常满意我这次的分数，敢几乎80欸，几乎80分以上，其实我还蛮难做到的欸。要说是考卷变简，考试比较简单，还是我变屌？要说我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在念。5000，这个大概也没救。有个分数比较烂，19000，18000，这里554，434。下载语言，
就是想不出我影片可以怎么剪。娇娇是那个、啊、那叫什么 yes 那个他叫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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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不讲了。唱歌，5%，4%，得分数相对较少。而且稀有角色比较不太方便。他没吃到，我最关注是用漂移比较有优势，在下坡的时候。这样道具不好丢了，来回啊！难怪不是打我，好惊讶！啊，上去！发现直线漂移时的反应很慢，好没中。有没有超级喇叭？哦呦，啊没打到，我要先我上场就好。啊你没看到网络上有在做影片，然后全部都是用方向，可是从世界配对那边看，大部分全部都是用漂移。
上面是很低，我觉得我要断线。不要打，不要打。走上面就没救了。我弟跟我说这一关打到三四口没有，他帮我刷到三次，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三次。18000，哎呦，好帅。他跟我说这一天这个很有机会，我们就来看看有多少机会。强制停止，我们需要强制停止。他们直接把钱收光了，是要不是？我们来了，这样。发财发财！哎呦，制造机会好多机啊！什么都没跳到，连钱都没吃到，哎！数字这样很小，数字要100才大，这样不够大。又是把钱收光。
幸亏躲过一颗红龟。哎！谁准你这样搞偷袭？话说我怎么派到玻璃？出去改人啦、这个也不错。这个赛道不好跑，这个赛道只有一点点。你跑完了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，超短，就转一圈就好了。弯有点难转。这下就没了 ，four combo 而已，超简单。我现在只要一狂了，我就新纪录了，照着抢。那是因为我家没有人在用这台网路，所以我才没断线。不然现在早就断线。放球出去，加点九五。哎呦！哇，好像分球第二名。谁？好的第二名。我再接一颗。还要被挡下。Non-stop combo。哎，新纪录300分了。第一名，哎，再来。没有狂热就可以继续。退取大部分都是外国人。哎呀，怎么跑到完？
二名而已。结果还是会断线，没关系，刚才没新记录。我幸亏我开连段，接下来就是运气问题了。上次我们好友排行榜最高的人是。他跑到10,000,000了，到现在已经51,000,000了，其实还挺快的。再次，这一次要击毙火热啊！新纪录，OK， 暂时稳了，暂时稳了。我只有四万分，在46等只有40,000分，其实我都没有什么保证。我已经到50,000。道路这样子跑，这样，再这样。不对，这里还没碰，没有连断。总之就是这一块点吃到马上转弯，这里一下来马上开始转弯。左边。
那刚好他们已经回来了，看到我弟那个样子就可以知道了。家花网络会不太好，因为他们球都连上来，正在用。Talk 讲话吧，偶尔讲点话。我一直看到有人进进出出，然后结果都没有回应。我是看到幽灵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转弯的根据。我只要进行激烈动作，我可能就断线，所以我要注意。这是有吗？没有。顺便赚绿金币耶。哦，我没想到我这个居然完成了。哎，这个还蛮不错的。装，哎，哦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一抽，绿管，还差二十几分，哎，没了，卖完了。穷了。把它全部咬掉，我已经掌握了这个关卡，已经不再有难度了。一次金币狂热，同等于两次一般狂热。
做到别人我是知道走外面才是快吧。没人打电话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第一名就可以吸记录了，再次今天我一定要上九，我今天一定要上万。嚣张的，还要往外冲，没打到，我先，这个赛道反而在我们这种方向盘子有所优势。Hello，干什么？再次，懂得欣赏美德才是根本之道。傻小。金碧红了，这个可以全程拐弯，真是太棒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先。
怎么打我？哦，这一次好疯狂。今天我们班出现了一个整天睡觉的，哎，他说他24小时来睡觉，本地是熬夜。熬夜的始作俑者，整堂课要睡觉，就除了英文课。结果全部都往左跑，这个新纪录了，这个新纪录了，看16000是不是？啊，舒服。看现在在干嘛？要吸杯。要吸杯，好，在这里耶。还有5分钟哦。而且今天是2兜1次，而且只有2个道具。两个道具有点无聊。Woo-hoo!
等这个掌控好，接下来就要换边了。Merry Mountain， 我们中文叫欢乐山，这里叫做圣诞山。搭乘的分数都是烂到爆，让你尝尝看什么叫做46等的分数，看的哈。嗯。又重归第一名了。嗯。还是什么分数？哇，51呀、啊，我死了啊！烂。哦，3300分。那你要关了没？干嘛关？说完了不是吗？这个得不到分数，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可以。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个人。好，这个人对于某些方面很可以，可是他在这里有部分关卡不能狂热。那些工作人员假设。不是，还是看不到。好，这个得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可以。哇，黄金慢慢归，我们都没有。好，当然是要切到，一定要切到英文，我才能得到他的东西。他的资讯。对啊。所有资讯。看这个人有机可乘呢。那些不涨分数。他们全问号。86只角色，那几个？怎么样？哦，3连胜4次了 ，Super Win。这个人也有黄金痛的症，他已经赢3胜3次，没有你高。好了，那么时间到了。
好像不想玩这个，然后怕会断线。等他们。顺便赚钱钱，破亿。有了。完了。会这样好，等一下我进去就断线了。我蓝队啊，他白色药剂，两个道具，拐内弯政策。这个赛道不好跑的地方在这里。就这个弯，这个弯不好跑。看来有人开无敌机。那我可以趁现在看一下是走上面比较快，还是走下面比较快。确实。防御。他被什么打了？标标。是啊。又有人超过我，然后我爱心没了，完了，哎呦，自撞，撞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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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会有飞弹？他走上面，然后利用拐内防御好。大家都只有两个道具，攻击机会只有一次。哇，赢啦！我听我的音乐，他跑他的。又满等的，耶！因为好了，不要再抽烟了，没有要抽烟了。我没有抽烟，我不像你们这种这样。哎呀，快错了！可是你分数不一样，不是分数，是加成。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注重加成。我注重冲刺，我不加成，可以冲更久。变大蘑菇变等待。没有啊，变大蘑菇是分数加成，还有时间延长一点。应该说它是抽中几率更高啊。射出两个王辉，两个道具虽然虽然有点弱，不过正是获胜的时刻。
哎呦，倒着还有红龟。只要不要输不输，其实都没差。好，这次学乖啊，我们派一点比较正常的。我要选一脚那个冲刺我国家城的。我在吃这家。不要跑来吃个加成，垃圾。闪电加成。闪电加成也就只能用一次啊。没有电的更用力，只有抽中几率变高。Len La B， 看来有 Len La A。好、哦、啊，看到啊，看到。看来我是很，看我是。下面比较快，下面满满的超级法。我上次只要被我越过，虽然看起来很快。好，我要开那个，我要开那个。下开，蓝龟是不是不怕？结束。简单轻而易举，尤其是人没有很多的时候，七人以上算多。要七个人去洗澡，要七个人去洗澡哦，不错。我要去洗澡。大家都没道具，连好手全都最大，好手变大，好手全都变大。蓝龟是吧？他没看到我。Easy peasy。
再来一场我们就结束了。很好，断线。没关系，我来领东西喽。开心，开心。得了很多一大堆怪东西，怪东西，没有怪东西，没有怪东西。好吧，断线就断线了，那我就先玩到这里就好了。也九点半了，Reset? Yes or no? Yes? Reset again? 哎，要干什么？能得到什么？没有东西。这个，我要多人留言挑战呢。十颗红宝石，三颗。这里也可以获得，这个是时间问题，这个时间问题。哦，这个达成不了啦，这个太多了。好，那么就在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拜拜了。